快来看呀，日本整人综艺到底有多丧心病狂。沙发下边隐藏一桶60摄氏度的热水，女嘉宾被烫到原地飞起。怪不得说岛国艺人是高危行业，心疼妹子一秒钟。话不多说，观众朋友们准备好性加热货吧。まずはクイーンが登場。クイーンの持ち味はキレと躍動感。リアクションのスピードは水しぶきが上がるよりも速い。第二位整蛊对象，长发飘飘的眼镜哥。这华丽的太空步也是没谁啦。关注我，解锁更多笑声。